越南的朋友讲，啊来越南有上山，就有落海，啊今仔要来去坐船。湄公河三角洲吼，叫九龙江平原的整个旅游的地图。哎，好，那你看到这几个，这个都是我们现在在这边。嗯。麒麟岛，麒麟岛，啊，这个，这个是龙岛，龙岛，啊，这个是乌龟的，什么岛？乌龟，乌龟岛，龟山岛，麒麟，龙凤，哦，这，哎，这个是凤，独角兽，这个是独角，这个啊，麒麟啊，这好像上面有3000个居民在上面。啊，要坐船，啊，无救生衣，看起来这观光阁有改进的空间。泰山岛，它是一个泰山岛嘛，这个岛不能上船了，这个岛就是那个以前那个上世纪70、80年代很多人偷渡出去那个，像月桥回来啊，全部盖的，刚才你看到漂亮。好，他偷渡出去，然后回来盖，赚了钱回来盖好房子哦。太子岛是那个岛有11平方公里大。10亿啊！11平方公里大。那岛是挂那边有一个冰之省的呢。哎，要坐渡轮的，好像我昨天从头顿回来坐那个渡轮的。哎，自从盖好这个桥之后就没有坐渡轮了。哦，这边有个桥。哎，这个桥全长8公里的。全长8公里。要把这些岛啊都连接起来。哦，把这些岛连接起来。过去有个冰之省啊。那就全长8公里。这斜梁桥是什么时候盖的？这个，就那个2008年盖的。2008。新加坡需要填海啊，需要大量这个，现在卖都有点国内用。哦，所以他，你说挖那个沙是要盖房子用？对，他们当年就开玩笑说，上面那几个国家那个公共资源都流到这来了。后面那个是沙吗？沙子吗？运沙的。岸边那个是水上加油站。这个就是渔温了嘛，哈，渔温嘛，哈。养鱼的地方吗？在哪里养啊？下面吗？下面养那个红鲷鱼啊。红鲷啊？红鲷，有一个叫红化鱼。哦。打碎，用那机器打碎，又用压的。所以这个已经很硬了，几乎就是不可能挖出来吃，要用机器打。对呀、啊，要压压。这个叫老爷。对呀、啊，老爷啊。老爷是怎么样？这个要做什么用？老爷他做椰子丝。椰子。椰子吃的椰子仁啊。哦，吃的椰子仁、啊。我是用做椰子糖的。好。这些都是嘛哈。老爷，老爷牙器，这老夫人啊，只有老爷。还有他们会是吧？哦，当柴烧的。对啊，被他弄干了，烧在那边。哦。
用。这小的味呢，芳味。哎，什么另外的小这是啥？你这就是那个藤藤拿那个椰子汁啊。啊，藤拿的椰子汁哦。啊，但是拿来的，拿来的比较成型。刚刚做出来的一个。哦，比较成型啊。比较成型。嗯，他这个要做嘛？他就在这边弄整条出来，在这个加工包装啊，弄一整条。那个是给客人吃的，是啊，那个是卖的。啊，我们是要看他怎么弄整条的、啊。他陈妈，唔好加点我来买杂包。我的喜欢那个你咔嚓哦，这机这大机嘛，也个呢，这就轮的啊。七包十五万，它这是什么？这个颜色回照，这个是假的。哦，有吗？二十万了，我买这么好的回照，二十万。回照不用了。七几十万？买三十五万。买三十五万了啊！你讲安尼，客等下上朋友看，我怕去吧，你讲。好，下面。喝纯蜂蜜，不纯砍头嘛啊！不纯砍头的蜂蜜。好，蜂蜜在。啊。这个纯蜂蜜哈，这是龙眼蜜。龙眼蜜啊。对啊，因为边家拢种龙眼，但是它采的综合啦，主要是龙眼的龙眼蜜。啊伊个伊等者伊个蓝莓鸡啦，雪鸡啦，啊伊个蓝花粉那些，我这包雪鸡啦，雪鸡啦，系啊，雪鸡啦，才九斤呢。系。哦，要用一碗好哩好高呐。不纯砍头啊。系啊。啊，就淋一寡冲一寡烧水安尼。所以有蜂蜜，有花粉，还有那个。它就是荆棘蜂蜜。荆棘蜂蜜。这个也是我们开玩笑叫什么？我们叫海洛因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叫海洛因？因为你那个吃这个养颜美容啊，效果一定要是靠它的啊。啊。上次。啊，有蜜蜂在这里对呢，它更出，它更出来，你讲定咩？就三十来左右。哦。姜片，这是我们那个老爷啊。姜片、椰子、香蕉、莲子。吃了安怎？红蛋哎，啊不，今晚应该做黄总啊。好吃，所以。哦。这些器具都是椰子做的。椰子树做的。灵感。灵感。我来买灵感。季节的时候在胡志明市他们采摘。哎呀，这是什么歌哈？可可啊。啊，这榴莲。就当加减哎。这个这种绣法哈，伊就有一个地名叫做邦美薯，就是恁买迄个高地迄个高原的所在。
八美属于是刚刚咱的台湾的原住民同款，按的绣法是用手工来绣的，所谓不同集合形状下，就这就是集合形状的。啊，但是即马拢改用机器绣啊，啊，真正伊的手工绣的即马拢是足高档的艺术品。嗯，哦，拢集合形状，拢所有的形状都不一样。啊，所以这是算商品。这是即马算商品化的物件。哇，你也可以帮美鼠背的，黑东西原住民就在家一针一线风吹。结束了。因为人家有损伤了，你不敢吃那个，它更加那个毒液。你说越南人什么不敢吃？受伤啊，有那个皮肤啊，有菜刀啊，那个就不能吃。为什么？那个它有毒性的嘛。毒性。是越南的农业技术的白果树就对了。哇，因这是用挂法的，用挂的呢，不是什么叉子啊，啥拢免的。你看那树啊，水果来了。哦，还有水果。龙眼、木瓜、香蕉、人参果、果龙果，它才是最好。我们当地叫那个青龙果。青龙果。贪狼。吃的话先吃这两个，青对了，火龙果要先吃。为什么？他越南人喜欢蘸盐爆加辣椒下去。甜度比较没有那么高啊，你如果吃完就是比较甜的，你再吃它就没有甜味，不想吃的话。啊。哦，他长发，他等哦。Uncle.